这些年我到底说了什么？他听我说，他想飞到济南。说他想抓住一把老吉他。老婆，这不是我唱过的人呐、多年是不是真的死去了？有个学吉他和艺术家。门和书包已经变大二八，这么多年骑着英俊的马，放下了对家的牵挂，为了生活走到天涯，为了那个共同的家，今生要不真的死去了，爱你呀，我的女。